一听到中士讲出心内话，这李中士也真生气，甲应着。吼、哦，阿母啊，啊你这个人真爱抢事啦！迄哪是客户外人听见？后摆我李中士甲阿公在人娶某，啊你啊也爱无心机啦！想我李中士，一定无兄来下无弟，只有这个姊夫甲阿姊。这人讲，卫生变囝婿，肥水也无流去别处田。你若是坚决要将伊赶出去，从今以后，你做你，啊我做我，你唔是我的老母，我也唔是你的后生。搁再讲，以后你若死，啊阮老爸剩遮侪钱，你敢有法度带去阴间地府暗示？阿母啊，人讲有量才有福。阮阿姊姊夫也毋是别人，啊！若要讲较真诶，也无去予别人骗去。你安尼占唔过煞唔过，一占要死也无要予人骗去。阿母啊，做人憨憨呆，嫁得去就可以，啊！你嫁到遐尼侪是要死。